凯青，博凡，我们终于要来拍婚纱照了。然后呢，因为婚纱照一生人也不会拍很多次嘛，没错，就顶多一两次或两次这样。所以呢，其实我花了蛮久的时间去网络上找了蛮多家，然后最后呢，我选择了这一家在苗栗的海洋丽丽。主要其实有三个原因啦。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是主打旅游婚纱的，我们两个那么爱旅行的人，又是在旅行的途中认识的，非常适合我们。而且我觉得一边旅行，然后一边拍婚纱，还蛮新鲜的一件事情。对啊，第一个我看他们社群，他们经营的社群的拍的照片的效果，跟旅游的地方都是我们很想要呈现的方式。对，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它很好的一点是，它有配合的饭店，而且它可以隔天就看照片。像我们今天来苗栗，我们就晚上住这个饭店，隔天我们去拍旅游婚纱，后天挑婚纱照片。对。整个很有效率的感觉，所以呢，这次我真的蛮期待拍我们这个旅行婚纱的，那我们就 Let's go， 进去吧。我们上来二楼这里了，哇，好多婚纱哦。然后这边呢，就是有一些是中式的，然后就是可以让我们挑。博凡，你要试穿了，我很期待你穿出来的感觉。好啊，好棒哦，开始喽，来来来。现在呢，博凡就在里面试礼服啊，出来了，哇哇，哎，欧巴哎，你为什么好了？你为什么立刻好像自信心大增的感觉？第一次人模人样。对啊，第一次人模人样哎，可以吗？我觉得蛮好看的。会不会看起来更黑？第二套哦，白色看起来更黑哦。你白马王子哦，我看一下你转过来正面。还好我瘦了，真的，不然我这应该穿不下去。哎、欸，你穿的这个很可爱，哎，还有一个马甲。该我了。上面是你等下要试的。对，而且我现在是试西装。海群要出来了，还要人家帮他拉。哦，没有啦。哎呦，这个是比较小 size 的。不错哎，我觉得你穿西装也不错哎。很亮。真的。那我是不是要穿婚纱？没有了，你穿婚纱、哦，不要不要不要，开玩笑，来了。哦，海群要嫁人了哎。嗯，什么东西？没事。这是比较是韩版的那种迪士尼公主的。真的哎、欸，对我刚刚就想说。蓝色的。我觉得露肩的都不错，要动作指导，俏皮一点。这一点。什么？我们刚刚试完礼服了，然后因为现在要等它修改尺寸，所以呢，我们现在先去饭店 check in。那个饭店呢，就是也是和海洋丽丽他们帮我们订的。room tour 一下，有一个小客厅。哇，真的？电视。哇，它可以当客厅用，然后也可以来房间这边用。看一下窗外的景色，还蛮亮的。不错不错。哇，天气很好哦，明天要拍婚纱了。耶、冰敷眼睛会消肿，它在去水肿，对对对。今天是我们的拍婚纱日子，我们非常早到，有点紧张是不是？对啊，所以你是睡不着是不是？没有，我昨天睡超好，真的、哦。昨天住的饭店不错，因为它六点半就有早餐，然后我们七点半集合的话，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吃早餐。化好妆，然后发型也弄好了，谢谢老师。然后现在呢，该博凡了。博凡是第一次化妆，然后穿那么正式的西装。你第一次化妆哎、欸？这两天做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化妆。是在烫头发吗？哎，我第一次烫。擦口红了，博凡。哇，帅哥哎！加团。我们
们准备出发啦！今天我就是以一个去旅行的心态去拍婚纱照，轻轻松松的心情出发。我们今天主要的场景都是在南投的，所以我们就是南投旅行的感觉。我们第一站就是去暨南大学，好清幽的感觉哦。这边环境好清幽哦，然后现在博凡在着装，我看一下你人模人样的样子，像人一样哎，什么人？Sit by the bonfire, velvet the drapes over the sky. Talk under the stars, wonder what life be like on Mars. Watch her wide-eyed. 我送他吧，我好，海琴就这样子，下一摇，对啊，脚要垫哦，记得，对对对啊，不用太多。你是不是很抖啊？你是重心不稳。缩小不见，缩小，然后左要再近一点，笑容哦，笑容哦，对，再往前走一点，然后就这样靠近花，这样靠近，哎，花不是花靠近，靠近花，对，老师讲的就往前都做反边，然后感觉肢体障碍嘛，对，再往前走，然后我说回头看我就回头，好，就边跑边回头这样，对对对对，然后用100公尺的速度，不用不用那么快，不用那么快，来，对，好好回头看我，对，好。好，老公靠近他，靠近他，对，好，好，老公看他，耶，对啊，好，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对，对，好，再多一点，然后对，好。Does he watch her wide-eyed memory signite holds her real？ 这拖鞋怎么回事？还被我融入了他的生活，穿拖鞋。Seasons will fly by and friends will make you cry. The world will change before your eyes.Toast with champagne and make many mistakes that will keep you awake late at night. But know that when the going gets too hard, you'll have me and the stars. Me and the stars. Hello, 我们已经来到第二个点了，已经换好衣服了。然后我们现在呢，在一个叫巴南山丘的露营区。那其实近年来呢，台湾有很多露营区，无论是蓝日露营或者是要搭帐篷的都非常多，所以呢大家如果来台湾玩的话，很推荐大家去露营区哦。而且我们今天去的这个露营区很特别，它是那种星空露营区，就是那个露营区懒人帐篷是可以看到星空的，非常的棒，好期待哦。博凡，第二套白马王子的感觉，今天缺一个马而已，这是我们下一个场景，我们穿白色礼服来拍的场景。现在很多懒人露营呢都是有冷气的，所以夏天来也不会怕很热。它这边每一间都有独立的卫浴在这边，然后烤肉炉在这里。什么时候来露营？香港的朋友，赶快解封就都来露营了。这地方我住下来。对，想躲太阳。跟我讲话。用这边，另外一边。他给，还给你。好，好了，好了，讲太多了，真的。大家看他睡觉。你这样头发盘起来蛮好看的，这是我刚刚第二套的发型。好，现在我已经换了一个西装了。哇，很像女主管哎、啊，不错哦。跟着我来 ，follow me。You kept the faith in who I always was。是夫妻树，夫妻树在台湾就本来就有一种祝福的意思，对，所以像你们如果结婚的夫妻这边来做，哦，其实很漂亮。夫妻树，夫妻树，对，我白，绿色还蛮适合你的哦，洛梨的绿色，对，蛮好看的，好帅。什么？耍酷是打我吗？壁咚雷啊！
手不够长。看你两个人前面，前面。好，我在后面。可以吧？穿西装很舒服吧？像个人走路一样。刚刚拎着拎半天，还可以跑了嘞。很帅吗？帅。Anything to bring you. 好，这样，来，对，好，这样。Every day until the day I bid this. Okay, 好。真不巧，好。I wanna make you. 好，看我，对啊。Okay, 好，往后打。对啊，Love you madly.我们要来这个地方，这个圆环这里，你追我跑，你追我跑，你要跑到哪里去？那个山头合欢山那边，像一块老头。找不会打开，对哈，怎么对掉起来怪怪的？我来了，我是怪老头。But even on the worst of days, you'll know I'm.我拍完第三套了，蛮喜欢拍这个西装造型的，还蛮酷。要换第四套衣服了，然后第四个场景，然后我们在那个象山游客中心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竟然有这个地方是可以给新人拍婚纱照时候换装的，好酷哦！饰品盒很专业，哇，多沉，超多了。我们现在来到日月潭了，这边呢是象山游客中心，原来很多婚纱照都是在这边拍的。我们九月初才来这边永渡日月潭，然后现在九月底我们又来了，来拍婚纱。哎，后面小心哦！等一下掉进水里。对，掉水就真的糗了 ，sexy 啊。看我对啊，老婆再靠近他一点点。OK， 好。现在快夕阳了，来日月潭那么多次都没有来这边。这里可以骑脚踏车哦。骑脚踏车很棒一个地方。漂亮很多。对，我们来到最后一站了，大家哎。看我的穿着变回原来我的样子，就是你平常的样子，你在干嘛？然后我里面是穿泳衣，为什么呢？翻山越岭，我们刚才在讨论说爬百岳拍婚纱，更宅的人。哎呦，这个台语可以哦。要搭船到中间。对。酷哎、欸！哇，我们来到什么秘境啊？你看还要这样子拉过去。我们拉过去秘境哦。平常来日月潭不会这样玩哎、欸。我们还要这样拉船到这个地方。哇，好像仙境哦！今天的夕阳也很棒，谢谢好天气哦。没错，我们最后一站就是要来滑 SUP 啦。对，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很爱玩水嘛，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点很适合我们。没错。来日月潭可能大家都是坐船游湖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来到秘境来玩 SUP， 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体验。我觉得重点是我不想要下水，因为我下水我的妆就毁了，希望我不会下水。加油啊！而且所以呢，这个是最后一个点，因为下水之后就没有下一站了。Well, see, I hated you for a long time, but one day.Try
you said my name for the first time. How suddenly everything can change. All I know is I fall into the ground. 好，换边，换边。Well, you do that sort of smile where you lift over to the side. All I've got are freckles, curly hair, and my pride. But you seem to find it. 铁打你，真的 ，Jack。对呀。我刚刚以为我们不会湿，会拍的美美的照片。对，我也以为。美美照片拍完之后就立刻下水了，还是受不了这个。想说，呀，左边，我还跟他说，掉了。湖面好平静哦，不像海边会歪来歪去。你想要在永渡也不是这样。结果我们就跌下来了。对，而且我的假睫毛还掉了。旅游拍婚纱跟我之前听说的、想象的不大一样哎。没错，因为我以前听说的就是，哇，你拍婚纱，一整天笑到嘴巴很僵啊，或者一整天很累，回去立刻晒太阳、换衣服啊，什么都很累。但是我觉得今天没有，因为就是像我们平常旅游一样，我们要去到哪个地方，就只有很兴奋的感觉。我跟你讲，就像我们平常拍照一样，我们到一些景点，我们也会拍照、拍影片，然后就会觉得就类似这样的感觉，就边玩边拍。而且我觉得老师的效率也很重要，而且他会 cue 我们的动作什么，然后一个。场景大概30到40分钟就拍完了，真的，所以我的嘴巴也不会笑到哇好僵好累，整个氛围就是很开心的感觉。今天是拍完婚纱的隔天，然后现在我又回到海洋丽丽了。我觉得这边隔天可以挑照片真的是非常棒，就是很方便那些可能只是来几天，可能来两三天的人，就不用说真的可能要线上才可以看照片，现场看的色彩啊那些才是最准确的。所以我们现在快点来挑照片哦，我好期待哦。哇，我已经有看到了。好，那这次老师就是帮你拍了就是这么多张，然后第一张通常都是我们的示意图，就是修前修后的感觉，嗯，可以看到有些差异，嗯，对，那基本上的话我们的皮肤都会帮你做精修，对，然后如果说你可能特别有地方想要修的话也可以再跟我们说，要从300多那算20到对，就是慢慢调整。那像我们的组数是20组嘛，如果说今天你可能加到第21张，嗯，第22张也都没关系，那就是变成说这个费用会多加一个叫精修费，如果说你有只挑到20组那也没关系，有超过的话才会有这个费用。我发现好像博凡一起挑会比较，我稍微选择困难的。这张林柏凡山怎么样？笑死我了！他鬼鬼祟祟的看着我，好难拣，因为每一张都好靓，好想要啊！真系会觉得哇，好得意喎。跟住因为有啲表情咧系好自然啦，跟住嗰阵笑得好开心咁样。播放现在要跟我一起选照片啊！我真系选不到。各位，经历过3个小时之后，我终于选了20张了。海洋丽丽这边呢，就会一张一张帮我对一下每一张需要修改的地方，然后就有老师帮我精修。然后现在来看一下照片，像我们的脸部的话，都一定会帮你们做精修。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客人说，那像有眼鱼尾纹的部分啊，或是法令纹的部分，会建议修淡，就是还是保持它原有的样子。嗯、对。脸就是推好，没问题。对，然后我的也是这个腮帮子。好，我们经过一个礼拜，今天就已经收到照片了，你满不满意、啊？超快的，而且我还蛮满意的。对，而且上个礼拜我跟他说要精修的，比如说我们的脸啊，然后一些纹路，他们都有在帮我们收好收满，然后就立刻变成美美的帅帅的这样子。那非常感谢海洋丽丽，让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婚纱照片这么的完整，而且拍得非常的有回忆，而且那个画面非常的好，很有质感。那如果大家以后想要来台湾拍婚纱照的话呢，也欢迎找海洋丽丽哦。其实他们不只是台湾，他们世界各地都会帮你安排到。我听他分享，很多国家他们都有去。没错，我会把他们的资讯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也欢迎找他们哦。我们下期再见哦，拜拜，拜拜。Let's have a good day. No matter if it's rainy day. 看电影，刷个啡，咖啡厅喝 latte， 与你夜黑。